有两个族群迁移的也比较晚，大约在公元500年，就是500 AD， 才到达最靠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语言差异最大的地区就是这个语言的扩散的起点。整个南岛民族语言之间差异最大的地区就是在台湾。所有的台湾的南岛语言最分歧、最歧义最大的就是在台湾的南部。兰屿的面包树确实是来自于巴丹岛的，也就提供了南岛语族由南往北迁徙的一个证据。此外呢，我们也有 DNA 的证据显示说，这个阿美族的巴基鲁它应该是来自于兰屿的，所以我们确实可以由植物的亲缘地理的一个研究呢，提供很多南岛语族迁徙的一个线索。泽浪见识南岛，带你看见台湾，认识南岛。南后，我是谢泽清，欢迎你加入见识南岛的行列。南岛语系可以说是在这个地球上哦，它涵盖地域最广泛的一个语系。北方从台湾，南部到了纽西兰，那往西呢可以拓展到印度洋的马达加斯加，那么像最东的地方呢，甚至可以抵达复活节岛。那么在这样的区域里面，涵盖了约莫3.4亿的人口。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还有什么样的技术，让南岛语族们可以在人类文明视为禁区的太平洋，然后呢能够自由的穿越迁徙，这一直都是考古学跟人类学上面的谜。不过呢，我们可以从许许多多的研究里面可以发现一个重要而且非常特别的事实，也就是台湾在南岛语系研究里面是十分的重要。无论是古语的保存，或者是这语言的多样性，学界呢已经开始要确定了，那台湾呢有可能是这个南岛语系发源的所在地。不过除了语言学之外，那么人类学甚至是植物学研究里面呢，在台湾到处都可以看见的构树，实际上对于这个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南岛语族来讲，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树种。到底这一些生物还有文化证据显示出什么样的关联呢？那我们透过今天的杂乱见识南岛，来带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在今天的展览见识南岛，我们邀请到了中央研究院的两位专家学者。那首先为大家来介绍的是台湾南岛语言学之父李仁奎院士。院士你好。谢谢。第二位呢是目前是中央研究院的副研究员，也是生物多样性研究博物馆的主任啊，钟国芳主任。主任你好。你好。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实际上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议题，在台湾的海洋文化里面啊，其实南岛语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在经过那个院士的研究，就是大家应该是可以确定下来，就台湾是南岛语族发源的地方。不过我们想要请教院士，就是什么样的动力让我们的祖先离开了台湾？那他们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在这个太平洋之间来移动跟扩散迁移呢？我们都知道这个南岛民族的发源地在台湾，那在过了一段时间，当人口膨胀需要更多的资源，那台湾这个资源已经不够用了，就有一部分人会向外发展，迁移到南部去。那你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已经四面都是海，一定要用船只才能到达菲律宾北部这吕宋岛，那这个一定有某一种方式啊，某一种航海的技能啊，才能漂洋过海。这个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必须要有航海的技能，是跟船只。所以那除了航海的技能跟船只之外，就是还有包括了台湾本土的资源，因为已经紧缩不够用了，所以迫使人口向外迁移，这样子。是，但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航海技术其实也牵扯到，也就是材料。那正好像材料这种原始的生物材料，刚好是博士您的专长哦。那我想请教，就是说，因为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植物学上面的证据，有哪一些植物是我们值得去关注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就是刚刚李院士已经提到，就是资源的问题哈。那南岛语族它一个在整个从考古学的角度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就是它是一个农业民族。农业民族。那当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的一个比较属于
所谓的采集狩猎民族进化成农业民族的时候，那不可避免就会造成对于土地需求的增加。嗯，那这当中因为农业生活形式从这个迁移的形式变成定居的形式，不可避免就会造成人口的增加以及对土地的竞争。嗯，那这就会向外迁徙。那这个动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然他们在迁徙的时候，它不会是一种好像是鲁滨逊漂流记式的这种海难式的迁徙，它其实是一种有准备的迁徙。所以在迁徙的时候呢，他们其实考古人类学者称之为一个策略，叫做农业包裹的策略。农业包裹，包裹，对，叫 agricultural package。 然后他会把这个他们生活所需的一些用品就带着走，那这些东西里面就包括他们的农业的生产的技能，以及比如说各个作物的种子，那比如说有可能是根茎类，那还有包括一些动物都会随着这个人类的迁徙。那这些生物呢，要是没有人类迁徙的话，它是没有办法越过这么广大的海洋。那这个植物呢，它特别是有些植物它可能本身它是没有办法被其他动物携带，比如说它有很大的根茎啊，这个东西你很难想象会有一个什么鸟可以把它带着走。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些动物或是植物，它从一个岛到另一个岛去，除非有人的协助，但是不要不然是不可能有这么长距离的移动的。嗯，所以这就提供我们植物学者一个切入的角度，是这样子。所以在这里面，刚那个博士提到说，除了根茎类之外，还有哪一些植物？就是例如说我们之前所知道的构树，构树也是嘛？对对。还有哪一些呢？我们现在从很多，比如说从台湾的考古资料里面知道说，其实台湾大概在5000年前。的考古遗址里面已经有小米跟稻米的存在。那这些小米跟稻米其实早期应该是从中国大陆被带来台湾的。那接着呢，在离开台湾的时候，这些小米跟稻米也被带离台湾，然后来到了菲律宾跟东南亚其他地方。是。那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生物可能从台湾出去了，可是呢，到达东南亚地区，因为台湾是一个亚热带的气候，这些来自于亚热带温带的植物，不见得能够在东南亚存留下来。那你可以想象这南岛语族的迁徙，他们从台湾离开到了东南亚之后呢，他们自然会寻求当地更适合栽种以及更适合他们利用的作物继续带着走。所以呢，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有不同的，我们就可以从植物去探索不同的迁徙的阶段。是。那这当中构树可能是我们目前为止已知能够重塑这整段广大的迁徙，从这个台湾一路到那个复活节岛的一个我们很唯一知道的一个生物。但是也有其他的生物它可能是不小心被带着走的。那比如说有一种细菌。细菌。幽门杆菌。就是在那个有学者他们发现在这个太平洋南岛语族的幽门杆菌的这个 DNA 的序列，其实跟台湾的原住民的幽门杆菌是非常像的。但是这个东西显然是不小心被带着走，等于说是意外的跟南岛语族的迁徙而带到太平洋地区。但是无论如何，藉由这个分析幽门杆菌的 DNA， 我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出台湾的一个证据。是。所以呢，在今天的杂乱见识南岛，我们要从这个语言学还有植物学这两个不同的观点来看，身为海洋民族的南岛语族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还有什么样的方法来进行扩散还有迁移。要扩散到这么广大的太平洋各个群岛去，必须要有精良的船只和航海技术。大约在4000年前，南岛民族就已经具备相关的知识跟技术，真是不可思议。那时候使用的船只都是用独木舟，然后在旁边加一条平衡木，使这个船不会翻船。欢迎你回到杂乱见识南岛，以海洋为途径来迁徙的南岛民族，那其中呢，他们携带了许许多多文化跟生物性的这样的证据。那在文化证据里面呢，最重要的当然就是语言。而接下来的分享的人是来自于中央研究院的李仁奎院士，从1970年他就开始对台湾的南岛语来进行填调记录以及分析。那么在院士的研究里面呢，他发现了台湾不仅仅是这个分歧最大，它甚至也是保留古语最多的一个区域。因此在人类学里面，它有一个出台湾说这样子的一个假说开始呢被确立下来。那究竟在南岛语族的迁徙过程之中，航海以及我们所谓的这个扩散之中
究竟有什么样直接的关联，那语言学也会带来什么样的视野，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李仁奎院士。人类都是从非洲起源的，现在所有的人类我们叫 Homo sapiens， 大约在70,000年前从非洲的东北部向北扩散，然后向东从欧洲一直到亚洲东南部，大约在50,000年前人类已经扩散到现在的亚洲东南部、印尼、澳洲、新几内亚这一带。那个时候因为是还在冰河期时代，海水还没有升上来，所以那个时候人类由陆路走过去，他们也到了台湾。那个时代几万年前通通是用走陆路，而且比较平原的地走到这些地方去，还不需要用到船，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造船的技术。印尼、澳洲、新几内亚、台湾等等这几个地方，第一波的移民都是由陆路走过去的，他们都不是南岛，还不是南岛民族。那个时候的地球还在冰河时期，海水还没有升上来，许多陆地都连在一起，所以他们走路就没问题，从非洲到欧洲到亚洲甚至到北美洲都是用陆地走过去的。各种语言学和考古学的证据显示，南岛民族的祖先到达台湾的时间大约在5000到5500年以前，他们原先更早的时候大概是在亚洲的东南部，他们跟另外一个民族叫洞傣民族，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民族，后来才分化出来。那分化出来以后，洞傣民族留在亚洲大陆上，只有分出来跑到台湾来的才成为叫做南岛民族啊。所以到南岛台湾到台湾来大约5000到5500年之间，这个时间到的。他们到台湾以后最先是在嘉南平原定居，然后过一段时间才向北跟向东扩散，大约5000年前才开始扩散到台湾其他地区。向北的就成为周族，扩散向东的就成为卢凯族跟卑南族。大约到4200年以前才从台湾的东部离开台湾，扩散到其他地方去，首先到达非洲北部的吕宋岛，然后一直往南走，走到婆罗洲，再往西扩散出去，大约在3500年前啊，他们扩散到现在印尼的三个大岛，爪哇、苏门答腊、巴里这三个大岛。大约在3200年前他们才开始向东扩散出去。南岛民族是全世界各种民族当中分布地理区域最广的一个民族，地球上地球表面有1/3的面积都是南岛民族分布的地区。我们知道太平洋是非常大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洋，那么在太平洋的东部那个很大的区域叫做 Polynesia 地区，那个地区离亚洲大陆是最远的，所以这个南岛民族从海洋扩散出去到最东边的 Polynesia 地区时间是最晚到的，大约在800年前他们才到达最靠东边的复活节岛，英文叫 Easter Island。 简单的讲，大约在2700年前南岛民族就已经扩散到大致上像今天这样的大的区域分布的范围，他们都是靠航海，都靠船只来扩散出去。
有两个族群迁移的也比较晚，大约在公元500年，就是500 AD， 才到达最靠西边的马达加斯加岛。马达加斯加岛离开非洲并不太远，大约在公元900年，他们才扩散到最靠南边的纽西兰，就现在的毛利人。那马达加斯加岛的人，我们叫做马拉加西，这些人呢，是从婆罗洲的东南部迁移过去的。纽西兰的毛利人呢，是从最靠东边的我们叫做帕拉尼西亚地区迁移过来的。以上这些迁移的方向跟时间先后，都是根据语言学的亲疏远近关系来做推论，来推论他们迁移的先后次序。至于这个年代呢，我们是参考考古学家的得到的证据。一个地区的语言，他们之间差别越大，表示这个人住在那个地方的时代最久，也最接近他的原乡，我们叫做 homeland， 原乡了，就祖居地。反过来说，语言如果差异越小，表示年代越接近现代，离开原乡越远。历史语言学者比较各种语言的资料，做语言的分群，那么语言差异最大的地区就是这个语言的扩散的起点。整个南岛民族语言之间差异最大的地区就是在台湾。所有的台湾的南岛语言分歧的最分歧最歧义最大的就是在台湾的南部，包括卢凯族，包括周族，包括卑南族，他们差异是最大的。那各位都知道，卢凯族是在高雄跟屏东，周族是在嘉义县，卑南族是在台东县的卑南乡，都是在南部。另外有两个族群，一个叫甘拉甘拉布，一个叫拉阿鲁瓦，也是在南部，在高雄县，现在的高雄市。那么我们刚刚讲的这些那几个精确的年代呢，都是考古学提供的资料。要扩散到这么广大的太平洋各个群岛去，必须要有精良的船只和航海技术。大约在4000年前，南岛民族就已经具备相关的知识跟技术，真是不可思议。当然那个时代没有动力啊，船只没有动力，必须靠风力，靠潮流。那个时候也没有现在的知识，大概要靠看星象的位置来定方向。那个时候使用的船只都是用独木舟，那么独木舟是用树木中间刨根把它刨干，然后在旁边加一条平衡木，使这个船不会翻船。这个我们叫 outrigger canoe， 英文叫 outrigger canoe，非常聪明的一个技巧。要向外岛去开拓创造他们的新天地的时候，这些南岛民族他们都必须带着一些食物、饮水，以及他们已经驯养的动物，像狗啊，像家里养的猪，也要带一些人工栽培的植物，包括稻米、鼠狼、芋头等等。当然他们无意中也会带着一些寄生虫，比如头虱、蚁虱、跳蚤、臭虫，这些也会带到扩散出去。我们怎么知道呢？语言学家会重建一些同源词，那这些刚刚讲的这些都有南岛语言的同源词啊。同源词就是从古代5000年前到现在都还保留的同样的词汇，我们说同源词啊。刚刚讲的这些人要用吃的、喝的、用的东西，动物、植物，这些我们都有同源词。南岛民族也使用十进法，并数字从1到10，现在这同源词都还保留。他们也保留一些植物，比如说
稻米、小米、瓦砾山以西的这些动植物像就跟亚洲大陆很相似，瓦砾县以西的动植物的像就比较接近澳洲的。对于史前史能够提供资讯的有三个学科：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对于南岛民族大部分历史我们都没有记录，都是属于史前时代的，我们有只有用科技整合的办法来了解他们过去的事情，那就是语言学、考古学、遗传学。我们今天有幸也有遗传学的专家学者来跟各位做说明。除了构树与面包树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植物，这些动植物都是我们称为南岛语族的一个共生的物种，它们随着南岛语族的迁徙被带入太平洋各岛屿。这些与南岛语文化密切相关的共生物种，我们英文叫做 commensal species， 它的亲缘地理研究见证了南岛语族跨越大洋波澜壮阔史诗般的一个迁徙史。欢迎你回到杂乱见识南岛。从语言学的研究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南岛语族迁徙的方式还有扩散的方法。那么在这个先后顺序里面呢，还有许许多多的科学证据可以辅助。那接下来的分享人是任职于中央研究院以及生物多样性研究博物馆的钟国芳主任。那主任跟他的团队，那么透过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里面，发现了那太平洋构树的原乡极可能就是在台湾。那今天呢，他要针对这个太平洋太平洋构树以及这个民族植物学的观点，来解析南岛民族的迁徙究竟有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欢迎钟主任。大家好。上世纪以来，随着 DNA 晶体定序技术的普及化，还有分子演化以及族群遗传学理论的进展，还有电脑能力的高速提升，以 DNA 序列晶体资讯重建物种内个体谱系关系，我们英文叫做 genealogy， 以探究形塑当代物种地理分布格局形成历史的亲缘地理学，然后英文叫做 phylogeography， 提供了我们了解物种过去迁徙历史的强大的科学工具。那 DNA 是一个记载我们身体内遗传密码的一个分子啊，随着这个物种的繁衍，生物的繁衍，那 DNA 会复制。那 DNA 复制 的这个过程呢，其实如果我们把它反推回去，我们也就可以去追溯 DNA 过去复制的历史。那这个过程，我们反推的过程，我们叫做 DNA 的溯祖。那在 DNA 的复制的过程当中，99.99%都是非常非常精确的，非常非常偶的状况 ，DNA 复制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突变。那如果这些突变呢，并不会对于这个生物的生存产生危害的时候呢，这个突变就有可能被记录下来。那这记录下来 DNA 的序列呢，我们就称为跟原来的序列不太一样。那这个不同的序列，我们就称之为单倍体基因型。这个单倍体基因型也就记载了这个 DNA 突变的一个历史。那随着时间的演变，这个 DNA 复制的次数越多，然后随着这个族群的扩大，那也有可能在不同地方产生在这个 DNA 序列里面不同位置产生突变，那这个 DNA 的序列就累积了不同的一个遗传变异。那事实上呢，这个遗传变异呢，也是我们在看到这个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之一。那除了提供这遗传多样性，这个 DNA 的复制产生这个不同的一个单倍体的基因型，同时也提供我们重建物种亲缘关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好，可是呢，就分子生物学上来讲说，我们其实不太能够知道这个完整的 DNA 复制的历史，因为绝大多数复制的历史我们是没有记录下来的。但是呢，透过这些分析，这个我们去取样现生族群当中的这些 DNA 的序列，透过这个单倍体基因型之间的差异，我们可以重建出这些单倍体基因型之间的亲缘关系。这个关系我们称之为单倍体基因树，或是叫做一个网状树。这个网状树就提供我们分析物种迁徙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由于这个 DNA 有这样的一个多型性的出现呢，这个族群遗传学者以及分子演化学者就可以透过数学的方式去模拟在不同的情境之下，这些 DNA 的序列有可能怎么样的分布演变。那我们就可以借由分析当代 DNA 的资讯，可以去解析，尝试去重建出过去历史、过去 物种的一个历史。那我们可以从这些不同的一个分子演化的模型以及这个模拟的情境呢，我们可以推测出影响物种地理分布的一个可能的几个因素。第一个呢，是物种本身的一个族群变动的历史，我们称为 demographic。 那这个包括就是一个物种从物种的起源中心诞生开始呢，随着这个物种本身它的一个族群的增长，那这个族群的增长也有可能跟个生物的一个生活史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如果这个物种是草本的，它有很快的一个生活史，族群有可能可以扩展上来。如果这个是一个木本的植物的话，它生活史比较长，所以我们会预期跟草本植物有不一样的一个族群分布的一个状况。此外呢，随着这个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呢，这个族群会变大变小变动。同时如果这个族群大到一定的程度，还有它有比较好的迁徙能力的话，它的族群可能会往上扩迁，那也有可能会有迁入的情形。此外这个生物的婚配制度、生殖制度，比如说有的生物可能有些动物可能是以母系为主的一个社会，或是以父系为主的社会，这些都会影响族群的变动。那除了这个族群的变动以外呢，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一个地质上的一个重大的事件，我们叫 historical event。 这包括比如说全球气候变迁的结果。那以现在的时间尺度来讲，对我们现在这个生物地理分布影响最大的就是冰河时期，因为冰河时期会对这个全球气候产生改变，这个物种会适应这个环境，比如说往南迁徙等等。那还有声音现象。此外比如说板块运动、造山运动、火山、海啸以及河川的改道，都会造成物种族群的分布的改变。另外一个非常重要因素就是人类的活动。那人类呢开始定居之后呢，将很多的物种、动物、植物驯化，这些驯化的生物呢，也有可能随着人类的迁徙，然后被携带到不同的地方去。那这些生物也有可能因为人类的移动，变成所谓的入侵的生物。那所以呢，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知识之后呢，我们就来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就是因为南岛语族迁徙的时候呢，为了它的生存所需，他们带了非常多的物种、动植物，来到随着他们的迁徙。那这些随着南岛语族迁徙的物种呢，他们的 DNA 有可能就保存了这个南岛语族迁徙的一个印记。那其中我们认为一个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有可能可以重建南岛迁徙历史的物种，就是构树。那构树是一个怎么样的植物呢？首先构树是一个雌雄异株的植物，它有分公的母的一个植物。那在开花植物大概30万种的种类里面，大概有7%至8%是所谓的雌雄异株的植物。那一个植物如果是雌雄异株的话，它必须同时有公的植物跟母的植物的存在，它才有办法自然的繁衍下一代。那此外呢，构树它是一个风梅花，然后它是一个多年生的一个木本乔木。那构树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有非常强韧的韧皮纤维，也就是它的内树皮呢纤维非常的长。那这个非常非常强的纤维呢，可能在很早的先民就可以拿来做各式各样的利用。那包括中国人的造纸最早的原料其实也就是构树的纤维。那在自然的状况之下呢，构树会产生鲜嫩多汁的果实呢，这果实可以藉由鸟兽传播到非常多的地方。那构树也是在全台湾这个低海拔比较所谓我们叫次生的干扰环境非常常见的一个植物。那构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根部非常会蒙孽，也就是说它根部很会发根，那可以蔓延的非常非常长。所以一旦这个地方被构树生长的话，它非常容易就蔓延开来。同时呢人们也非常容易呢藉由这个分裂的根部去种植构树。那根据我们的了解呢，构树它的一个原生地应该是中国大陆韩国、台湾及中南半岛。那除了这些地方的构树呢，都有可能是被人类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而 引入的，那也在很多地方变成所谓的入侵植物。那我们在2015年发表一篇研究当中呢，我们取样了604棵构树。这个构树的取样是由中国大陆、台湾、中南半岛、日本、菲律宾、印尼、苏拉威西、新几内亚以及太平洋各个岛屿，我们采了604棵构树。那我们选取了一个在叶绿体上面一个叫做 NDHFRPL30 的一个 DNA 的序列。那将这个 DNA 定序之后呢，我们侦测到48个单倍体的基因型，也就是说这个
604棵构树，我们可以把根据它的单倍体进行分成48类。那我们去 分析这个单倍体基因型的一个遗传多样性的分布的状况呢，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台湾、中国大陆以及中南半岛有绝大多数的遗传多样性，也就是说这些地方最有可能就是构树的原生地。那我们在分析这些多样性的分布的时候，也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情形，就是中国大陆的构树以及台湾的构树在遗传多样性上面几乎没有重叠，也就是说两地的构树有相当显著的遗传分化。那这件事情显示说，在台湾海峡呢，是台湾海峡两岸构树传播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地理屏障。那我们如果去分析在太平洋地区，包括苏拉威西、新几内亚以大洋洲绝大多数岛屿的这些构树呢，我们发现这些构树基本上都是雌性的构树，非常非常少发现雄性的构树。那而这些雌性的构树呢，它们几乎都是携带叶绿体，我们叫做 CP17 的一个单倍体基因型，也就是说太平洋这些构树它的遗传多样性非常的低，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基因型，同时它们都是雌性的构树。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呢，太平洋的构树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繁殖的一个族群，由于原因是因为太平洋构树没有雄性的构树的存在，以至于它是没有办法自然繁殖的。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让我们思考说，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造成这样的一个地理分布呢？那如果我们去引用到太平洋构树相关的一些民族族学的资讯的话，我们就可以为这个特别的地理分布得到一个答案。首先呢，太平洋地区的构树呢，是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他们用来制作树皮布主要的一个树种。而且呢，根据民族学的记载以及我们野外的观察，也知道说太平洋构树这些族群呢，是借由根部的分裂进行无性繁殖的。这也就非常非常符合我们观察到太平洋构树都是雌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再来呢，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个所谓的叶绿体单倍体基因型 CP17 它的一个起源，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太平洋之外呢，这个 CP17 只有出现在台湾的南部及东南部。那在演化上，这个 CP17 来源是 CP16， 那 CP16 是来源是 CP9， 也就是说 CP17 CP9 跟16都是台湾独有的一个遗传多样性。那因为这个关系， CP17 只有可能是在台湾起源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知道非常清楚，就是太平洋的这些构树它的原乡就是来自于台湾。在我们有一个初步一个分析的结果，就是我们去把这个叶绿体的 DNA 整个定序出来呢，去并且用这个更高的一个资料量去进行所谓的分子定年的实验呢，我们可以大致发现，就是这个太平洋地区的构树大概是在距今4000年到5000年左右从台湾被携带出去的。那它的传播路径大概是经由台湾、印尼、新几内亚以及再传入更东边的一个远大洋。那这整个传播的历史呢，基本上非常非常符合所谓的南岛语族出台湾说的一个理论，它的整个模式是非常非常接近的。因此呢，我们可以由太平洋构树亲缘地理的研究显示出，再加上构树它是一个雌性的无性繁殖呢，我们可以说太平洋构树它整个传播的历史与南岛语族出台湾说的一个整个路径是非常非常高度一致的。那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一开始说这个太平洋构树遗传多样性的状况，如果我们缺乏语言学、考古人类学以及人类遗传学的资讯的话，我们将无法去解释太平洋构树都是携带 CP17 雌性构树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我们现今的生物学的知识里面，唯一能够解释太平洋构树都是雌性 CP17 这个现象，唯一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它就是随着南岛语族迁徙被携带入太平洋的一个证据。也就是说，太平洋的构树的 DNA 以及它的起源地理研究，提供了南岛语族出台湾说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民族植物学的证据。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南岛语族的迁徙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到一个事情是，南岛语族的迁徙，他们的不是单一的方向性的，有往南走的南岛语族，也有往北迁徙的南岛语族。那在台湾的众多的南岛语族里面呢，其中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就是居住在兰屿岛上的雅美人或是达悟人。那在语言学上呢，这个雅美人属于所谓的巴士语群或是巴丹语群，是属于马来波里尼西亚语群，这跟台湾其他的南岛语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那此外呢，在雅美族在这个语言上、文化上呢，一向都被认为跟这个巴丹岛的伊巴汤是非常非常类似的。
那事实上在1941年的时候，这个鹿野忠雄就已经提出说，我们或许可以借由这个研究亚美人使用的植物，尝试去了解这个亚美人的主源问题。那我们今天在座的李仁奎院士也在1994年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来探讨这个植物与这个人类迁徙的关系。其中他们两个老师都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植物，就是所谓的面包树。那因为在语言学上，这个亚美人叫面包树叫做 Sipohu， 那这个说法，这个语言的跟这个巴丹鱼群的这个的伊巴汤语是非常非常的近似的。所以我们就想说，或许我们可以利用面包树这个植物来探讨这个亚美人族的一个主源的问题。那根据我们研究室在去年发表一个研究的结果呢，我们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第一个，在兰屿，以兰屿我们叫 Sipohu 这个植物，那在花莲叫做 Bachiru 这个植物，以及台湾各地的都可以看到的面包树，其实在植物分类学上呢，跟我们过去一般认为的所谓的太平洋面包树，就是 Pacific Breadfruit， 那学名叫做 Autocarpus altalis， 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发现在台湾以及兰屿花莲这些我们过去称为的面包树，它其实它的学名应该是叫做 Autocarpus tricolianus。 可是呢，这个植物呢，在分类学上我们已知过去知道只有分布在菲律宾，也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菲律宾的特有种。那所以说呢，由于我们对它的分类学有了一个厘清，那同时我们有一个初步的研究也发现，就是说兰屿的面包树确实是来自于巴丹岛的。那因此我们就可以用在兰屿上的面包树证明，就是说这个面包树非常有可能来自于巴丹岛，也就提供了南岛语族由南往北迁徙的一个证据。那此外呢，我们也用 DNA 的证据显示说，这个阿美族的巴基鲁它应该是来自于兰屿的。那这样的一个起源呢，与这个阿美族的一个传说，所谓的 Sanasai 的传说，这个祖先由海外的小岛来到这个台湾，也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确实可以由植物的这个亲缘地理的一个研究呢，提供很多南岛语族迁徙的一个线索。那我们根据我们资料也发现说，其实现在在台湾各地都栽种了非常多的这个我们讲的所谓的面包树。那这边面包树呢，其实有的是来自于兰屿，有的是来自于这个阿美族的巴基鲁。那显示这个人类的迁徙其实相当的复杂，但是如果能够透过仔细的研究，我们都可以利用 DNA 去重建这些物种迁徙的历史。我想最后说的就是说，除了构树与面包树之外呢，还有很多的动物植物，这些动物植物都是我们称为南岛语族的一个共生的物种，它们随着南岛语族的迁徙被带入太平洋各岛屿。这些与南岛语文化密切相关的共生物种，我们英文叫做 commensal species， 它的亲缘地理研究见证了南岛语族跨越大洋波澜壮阔史诗般的一个迁徙史。那其中构树的亲缘地理研究提供了南岛语族出台湾说最坚实的一个民族植物学的证据，但是呢，南岛语族的迁徙是一段非常复杂以及久远的历史，这段史前史仍有待更多的研究才能够充分揭示出这个壮阔的迁徙的一个面貌。谢谢大家。南语的亚美语或是岛屿语言跟台湾本土的所有的语言都非常不一样，它比较像比较接近巴丹群岛的语言。巴丹还有巴布言，流传下这一段话，他说，若一个男人一生花一个小时种十棵面包树，他就可以完成自己以及对后代的一个责任。欢迎你回到杂乱见识南岛。在今天的见识南岛里面呢，我们透过了生物跟文化两个不同的科学证据呢，我们来解析南岛民族的海洋迁移史。那这迁移的过程之中呢，其实发生了非常多的故事哦。请教主任哦，其实刚才主任从科学证据里面帮我们来分析了非常的多。那其实你刚讲到一个面包树。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说，为什么面包树在这个南岛民族的迁移里面会这么重要呢？在太平洋地区面包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作物，它最主要是淀粉的一个来源。此外它的木材是可以做建材，可以做船，还有它的树皮也在某些地方也拿来做树皮布。那在18世纪英国人到太平洋的时候，发现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东西，
甚至有一个流传下这一段话，他说若一个男人一生花一个小时种十棵面包树，他就可以完成自己以及对后代的一个责任，就代表他是一个非常好种又很营养价值很高的植物。所以在英国十八世纪末的时候曾经尝试把面包树引到加勒比海去，那这在引发了在历史上一个非常骇人听闻叫做邦蒂号叛变事件。这事件后来被拍成 五次电影，非常有趣的一个历史。那但是呢在台湾的这个面包树其实我们犯了一个分类学上的问题，最主要是在19世纪末来到台湾行医的这个宣教集行医的马杰，他可能在更早的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所以他到1890年到阿美族的这个南势番部落第一次看到巴基鲁的时候，他就以为他看到了面包树所以就在台湾的文献上就一直把这个东西当成是太平洋的面包树。那在就台湾的原住民来说，在兰屿这个植物在兰屿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面包树或者我们讲兰屿的西坡湖，它的木材密度比较轻，它是一个比较轻的木材，所以它适合做这个拼板舟上层从上面算来第二层跟第一层的这个侧边的悬板以及在那个中间的一些隔板还有中柱等等，所以它等于是因为它木材的特性的关系，它非常就被长期拿来做拼板舟。所以在兰屿的森林里面，这也是这个达悟人或是亚美人他们森林经营的一个主要的物种。是，所以从这边我们可以了解到就原来面包树对于这个海洋民族就达悟族人他们实际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拼板舟里面一个重要的成分。那事实上在巴丹岛的原住民伊凡汤人他们也是这样使用对。不过这边呢我就要请教院士就是兰屿族人的他们的语言跟台湾本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原住民族的语言他们其实它是不一样嘛，它的分异里面到它的分歧里面让我们看出哪一些迁徙的证据呢？纯粹从语言的现象来看南语的亚美语或是达悟语言跟台湾本土的所有的语言都非常不一样它比较像比较接近巴丹群岛的语言，巴丹还有巴布亚这几个语言跟他们非常接近，可以说80%以上都是一样的那台湾没有一个语言跟这些语言是相似的差异就非常大我根据我们语言学的分类台湾本来就是会差别就很大，刚才已经讲到的卢凯台湾卢凯州卑南这几个语言差别非常大，还有跟其他不管泰雅布农台湾 都差别 都相当大，远大于比方说这个菲律宾语言跟这个亚美语他们之间的差别没有台湾这个地间的差别那么大基本上是简单的讲是这样子。是，所以在语言学上我们怎么样去画出这样子的一个迁徙路线呢？是台湾从应该说南岛语族从台湾出发，然后到了菲律宾之后他们再回来吗？还是说他们扩散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又有其他的这个途径呢？基本的方向大的方向都是从台北向南然后我刚刚讲了向西也有向东慢慢扩散出去是，但是也有局部回流的比如说南语的亚美语就是从巴丹群岛那边回流回向北大的方向都向南，但是只有这个局部所以从语言上面也可以看出来就南岛民族迁徙的方式跟途径不过最后面我还再请教一下这个主任就是我们今天有讲到了像是面包树，我们今天讲到了构树，然后也有讲到了小米，还有没有其他我们不知道或是学界仍然在研究的植物也跟我们南岛民族的迁徙或者它的这扩散有关系呢？其实所有的植物它都可能会携带的部分的历史那只是这个历史记载的可能是南岛语族迁徙不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片段那我们现在其实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就是大家都很希望是不是有其他植物可以证明南岛语族出台湾说那其实我目前发现就是没有构树以外，
原因是在于说，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说，在植物的生长上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叫光周期。这光周期会随着你的纬度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温带的作物到亚热带到热带基本上是种不活的。所以植物的迁徙比较容易是由西向东或由东向西，横向的很难是纵向的迁徙。所以绝大多数的温带物种 它除了温度以外，光周期的改变会让它没有办法在不同的纬度种植。是，那你可以想象到了南岛语族迁徙，其实到东南亚之后就变成是一个东西向的迁徙。所以绝大多数在现在在太平洋的作物大概都是在这个热带纬度上面传播的。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构树是其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外。是，那也就是说，就是这个是有它生物学限制的因子。 OK， 好，但是呢，因为这个生物学跟地理学上面的限制呢，其实也建构出来，无论从语言上面或者是在植物学上面可以看到，就是南岛民族迁移的方式，那么有许多的这个科学证据呢，也间接的证明了，就是南岛民族就我们的这个扩散的途径哦。那当然还有更多更多的科学证据，包括像考古学啊、人类学或遗传学呢，还有待这个学者新的了解跟的研究。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节目过程之中，我们可以更加深入的来了解台湾南岛民族，你要就关于我们自身就出台湾说一个重要的支持哦。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院士，也非常感谢主任来跟我们分享，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然后邀请到两位来继续跟我们来聊聊其他有关有意思的发现。那展览见识南岛，我们就今天呢到这边告一个小小段落，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喽，谢谢。相传这个植物在我们的岛屿族的口传的历史里头，是一个一直延伸到菲律宾巴丹岛的植物。我们在地人称它叫做法利努马安藤，它是数百年前横长于海面上，也是促使我们两地的这个居民呢能够自由往来的一个桥梁。我们看到巴丹岛的一发蛋的民族英雄，现在还在矗立在省政府的前面，他的穿着、他的配饰哈，都跟我们兰屿岛屿人的配饰都很类似哈。